隔壁，赶紧救梦爷。那个，如果家里有老车啊，他想要报废，但是车子可能发不动，那怎么办？第一，报废是把铁牌拔下来，对，拿去鉴定站把它报销掉嘛。嗯。再通知那个报废厂把它拖走就好了，就这样。哦，所以那个报废厂自己去瞧就好了。对，这样讲了，有些是这样，你可以开到报废厂，对，比较好价一点，嗯，因为它不用拖车，或许可以多1000到1500左右。嗯。假设你的车在地下室，他要把你拉出来拖过去，大车会减一点拖车费，我觉得合理吧。嗯。假设你今天确定要报废，你让他拖走，可是铁牌一定要拔下来，不能让他拿走。嗯。一定要把铁牌拿下来去鉴定站办缴销掉，对啊。报废就是等于是开出这个车的死亡证明了。这样你听得懂吗？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刚送走一台，刚送的，对啊。可是重点来哦，你报废的前面的税金你也是要缴，你有罚单也是要缴哦。嗯。不缴可以吗？是可以啦，可是好像不能出国了，因为你有欠国家的钱，国家都很聪明，然后哎，钱来钱来，原来是这样，对对对对对。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 ，Corrado 百年欧系品牌，值得您信赖。耶、yeah, ，大家好，我是科比传教士。哈，没事不要刷乱刷抖音。刚好我看到一个影片，我想说，哦，有没有？到时候我再传给你们看一下。比较简单来讲，就是把烟插在引擎里面，看有没有漏漏出来，表示说引擎有漏。哎、欸，看一看，刚好哎，车、欸、老板这边有，皇帝这边有，他有。Okay, 你看，噔噔噔。等一下，这东西怎么觉得怪怪的？那是干嘛的？那个，你看它膨胀，有没有？嗯，就比较简单，把它塞进去，把它充满，把它塞满，塞满，塞满之后气就不会漏了。把它塞满了之后，有没有？假设现在把它堵住了，这边烟从这边进去，因为它不会回流，就是这样，看你有没有漏。哇，啊、这个用完可以救我家。可以啊，你要干嘛？你要充哪里？这还蛮好用的。我看这弹性不错、啊，不错啊！万一你的括约肌如果不好的话，这个可以练一下，就不会漏了。讲那么多，人家听不懂，我们去实测一下。好。哎呦，李总，看嘛，最近天气较热，生条啊。哦，火气大，对吧？好了，讲正经的了，这台哎、这台是要传家宝啊，一代要接一代下去。为什么？这台什么车？手牌的变色龙的沙龙。为什么是变色龙？我比的是紫色啊，这是绿色啊，这你比。哇！你头照了修，哎，变色，真的。好，来这里先检查一下，没有管路啊，老灰啊，那种刚才三高嘛，血管啊，会不会？哎，你看，准备好了。那是什么？这个叫做测你的血管够不够强，这是会喷雾出来，看你有没有漏，我就知道了。就好像身体，哎，打显影剂进去，看你有没有脂肪太多，血脂够高。对，哎，先把仪器啊。这到底叫什么？真烟器哦。啊，嘿啦，假设你的真空管哪里有漏，他就知道了。那只有真空管。对啊，我是。把它打到引擎里面不行哦、喔，老板，我把它打到引擎里面可以吗？不行，因为他现在说用导到引擎里面也应该也是可以的，可以啊，只是说看它会不会冒出来，因为会漏油的不一定会冒烟。因为他上次看到一个影片，有没有？我给他看，哦，所以他要接电池的线，那这个是只要进去这边打气，就它就会膨胀，然后它就会把它这个出口堵住，然后这边就是可以灌那个烟雾进去。哦，你这个不能打太好，因为这个都裂掉了。真的，好表现的。哦耶！哦，有烟了。哦，有烟了，有烟了。一区啊，还有那个冷气电池吧。哦，哎，抽烟了。需要就来了，必须要发一定的压力就会漏。啊，这个是火车头，就冷气的电池阀。嗯，它漏是正常吗？漏不正常。所以这个真的，从眼睛只要一下下就好，只要有压力，它小漏就会出来。嗯，它也可以导到那个引擎里面去啊。这是老油的嘛，哈。哇。到这种还是
它是从哪里塞进去？我看它是从这边进去的。再塞进去？有，可以啊，就是也把它洞塞起来的。哦，干你个臭！看两个其他的适配器。哇，这刀 size 也在用啊。刀 size。对啊，哇，这个省。哦。哎，开始结婚啦！哎，过来，老板，电子烟。好，开始试。哦，有哦，啊，你把你架子吊，开始就晓啊。我怀疑是用的下卡。我怀疑用这个头塔吊肉不容易啊。哎呀，这个烟有味道。有啊。它就是机油那个，哎，这么清楚啊！打开下面的，哦，下面好吃，下因为你看你讲着怪怪，下面好吃，那个缝隙都被油堵住。你看，不会漏，你看，不会漏。其实这个车如果真的要开，可能要换蛮多东西，底盘这边油会用，传动轴都破了，对吧？其实这个都要去爱洗一遍，洗完之后才知道是这是长久以来漏的还是刚漏的，不然你看这看不出来，对吧？这机油啊，它这下爆油，那机都袂熬，也拢油啊，对吧？啊，其实就是要洗干净之后才知道，对吧？像这个反正拢破油啊，这个才有点重，已经断开了。刚开还是可以开吗？可以啊，可是就是脏东西会进去，寿命要减短。这边还好。可是以这种车来讲，我觉得我都顾到这种状况，其实真的不简单。1994吧，94，对啊，这很老了、啊，就我小时候的车哎、欸。你小时候有变色吗？有，越大越色。哦，小朋友不懂嘛，以前以为牵到同学的手就很厉害了，结果还不是，牵到手没什么，长大才知道说，哦，原来可以做这么多事。不是牵到手就哦，好了，结束了。以前以为口水吃到就怀孕了，哦，那边乱吐口水。那下来好了，所以下面不会漏。对啊，会不会是因为漏油漏太多？或许有可能、啊、都塞住了。对啊，所以哈、哦，我就觉得还是要洗干净一点。早知道都开泰山车来逛逛玛雅可以捞毛。好了。好啊，就试完了。对啊，可是它很方便。对啊，管你屁股有多大都可以。这应该只能算是初步诊断吧。对啊，很酷的哦，上面踏踏龙纹。它有什么踏？很多啊，这个还不知道，没猜到都不知道。不然就是有些把小水管这个是塞子管堵住。啊啊啊！哇，分这个大小头啊。那这个呢？这个就是对对对，烟油没错。这真的就是。大型的电子烟像我刚刚讲了，放在影像部中间，然后弄一个很多管子出来，他们就可以做一直抽一直抽。你看这个，到时候这个水要用，对吧？那个是什么？水垢。对啊，这搞不好没换过嘞，搞不好了。可是我从上面看起来好像都还好。对，这个好像都有在整理啊，这车有在照顾。啊，这样就试完了。对啊，我把它装回去，它的管路还算可以了哈。这条是泡啊？对，泡嘛，等等嘛。所以这颗确定是有问题，他说不能漏。再把你给我接上，冷气的那个皮束电子板。所以它如果坏掉会是什么状况？皮束比较没办法拉的那么高。我个人发现这个东西还侧门漏，假设你的排气管有漏，直接把它堵起来，有没有？头段漏、中段漏、尾段漏，可以吧？对嘞，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多可以用的。啊，轮胎是可以的。如果假设你可以塞进去里面吹，可是这样拿出来进水的话，对啊，你弄开把它打烟雾进去啊。啊，这倒是讲诶，这厝嘛啷用诶？你到水龙头啦捞啊，是啥管子啥都会捞啊。讲是煤炭，煤炭臭草木啦。好像不只是这种功能，我觉得那应该还蛮强的，很多都可以用诶。好，我们去买一台好了，给阿呆抽。陈老板，这一台多少钱？1万5千。不贵啊。不贵，电子烟一支要多少？1000多块。我不知道，可以买十支。对啊。买这一颗就好了，因为一直抽，好的，没错，只是要夹电池。好，我们买一台回去实测。我测一下泰山哪里漏，帮我检，帮他量检，帮他量检，然后激光弹针都拉。啊，这是没有就加满就好了嘛，不能加太满，它就是规定到上限。哦，不能太满了，对吧？所以他应该也蛮省的吧？蛮、嗯、省的啊，爱抽电子烟的朋友们有福，有福了。我这边一台都有 GJ， 这是搭配的啊。哦，我来，这是。那你去烟烟气的部分嘛？
像这只这个，只要是管路都可以弄在一起的。那你要不要试一下冷静？没啥，但今天你在练，那边闹掉了，你不搞到扁。刚刚讲只有一个错的，这个水就不用了。哦。因为水有专门用水的，啊，锁一个类似这样加压这样，压力不要漏就好了。水的也有啊。我们公司有，我们公司有。啊，人家要去哪了？没关系，要去哪？好，先拔起来，啊，给收落去，啊，再放一个吹啊，啊，打压力，压力打到看多少都不能掉，因为压力上来，它会稍微膨胀，扩张再最大，比如说好固定300，不能掉，对，万一300、200多、250一直往下掉，那就漏气了。那其实就跟那个测冷气有没有漏差不多意思，东西是一样，都一样的。如果这里漏有没有加压，自己都刷出来，刷出来，就像那样。那这车你要整理吗？你现在？还有很多车要整理。对啊，如果真的这台整理也应该没那么快，整理应该还蛮多的。这整理划算吗？划算吗？这传家宝嘞，没有什么划不划算的。那这一下，老道气啊！这就是张君雅将军啊，小朋友，你煮的泡面更好啊！你阿妈叫你等来吃泡面。张君雅小妹妹，恁家的泡面已经煮好了，你阿妈喊你一分钟来，赶紧等来吃。啊、不是那个广、播剧、很像、很像、欸、这个漆就价值10万块哎，这是变形虫的漆，真的是帅吧？有一种昆虫、寄生虫有没有？就很像那种，是吧、啊？然后明明为了变色龙，然后变虫。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 Brodo 百年欧系品牌值得您信赖141是我坐边的时候那号码呢是哦对啊好了啦我们已经处理好了以后车子可以这样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哦，比如说测一下就知道哪里漏了，管路啊，尤其是空气最难看，漏油很明显嘛，漏出来，空气你漏你都不知道，用烟雾还蛮不错的一个选项。好啦，今天就是分享一些，就看到抖音这样，我们也测试，所以这个结论是可以的。对啊，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小铃铛，耶、yeah ，拜拜，拜拜。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 Frodo 百年欧系品牌值得您信赖那就开起来如何还 OK 啊底盘没什么声音漏一点流而已不叫一点吧漏一些那我每天也都只漏一点尿而已那不严重啊床单都黄黄的而已有那一根在就很好看的你要不要装一个你说这个对啊你要不要装一个才知道你的头在哪里猜得懂要装，我一定帮你想办法。哦，是哦。对。哎呦哎，有烟了。那引擎要塞哪里了、这个就不要拔了就好了、你这烟会不会从外跑出来？不会。有些东西是进不出，不会像你啊，进出都可以。哦。